大家好，这里是木瓜电影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《非常人贩》。《非常人贩》是由路易斯·莱特里尔和袁奎共同执导，罗伯特·马克·卡门、吕克·贝松担任编剧，杰森·斯坦森、舒淇、弗朗西斯·贝尔兰德和马特·斯查尔茨等联袂主演的动作影片，于2002年10月11日在美国上映。本片中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南部，男主弗兰克·马丁是个专门为黑道跑腿送快递的地下送货员。在一次送货途中，他发现要送走的货物竟然是一个东方女孩，于是他决定帮助这个女孩逃生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《非常人贩》是舒淇进军国际影坛的首部作品。幸运的是，这部电影在北美表现还是不错的。本片的男主杰森·斯坦森在出演这部作品之前，还出演了盖里奇导演的《两杆大烟枪》和《偷拐抢骗》。这两部经典电影的成功，让他当时可谓是风头无量，所以才会被吕克·贝松看中而饰演了这部电影的男主。另一方面，男主杰森本身就是吕克·贝松的死忠粉丝，他在回想起第一次与之见面的场景时，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：目前是无法相信能与吕克·贝松共处一室讨论他新片的角色，为我编写剧本更是难以置信，每个演员能有幸享此殊荣，小迷弟一个没错了。为了将电影角色诠释得更好，杰森在袁奎的带领下进行了2个月的训练，袁奎还亲自为他设计了很多新颖精妙的动作场景。为了能拍摄出逼真的水下场景，杰森还跟着退役的海军潜水员在马赛附近进行了潜水训练。非常人贩与普通的好莱坞电影不同，整部影片都体现出了一种浓烈的欧亚风格，而来自香港的动作指导袁奎又将香港动作片的韵味渗入了电影中，可以说将西方风格与中国武术完美的融合了在一起，也给这部影片带来了许多真实可信的成分。这部电影在上映的第一天就与16部电影开始了激烈的竞争，最后以915万美元的成绩排在了票房榜的第4位，对于一部低成本的电影来说表现得相当不错。但是该片在美国的评价相当的两极分化，所以到底精彩与否也只能自己看过才能得出结论。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些，再见。